我先表达一下，因为这个歌首先我觉得这一次是大家都就是不是很看好的一首歌，因为首先我觉得很多人都没听过，就很多人都没听过。其实想见你这首歌今年非常火，中心还没选。对，你吧，你这个有点尴尬。我们要不投个票吧？还是好，一二三。Hi, we miss you. I miss you guys too. 他们起码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想见你，只想见，穿越了千里万里，世界千里，人海里相遇，再等待。Yuxin, the problem to a demon like that. That was playing me, Mark Tolaya, Malayang. Mun, Quam Payam, Quam Tang Zai Kong, Dalla Horn. Jao, Jiju, we are Pusan Ku. We put it out on the tower, tower to catch a bone quick.我们先说一下问题吧，一起坐一起吧。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首歌的组呢，其实选进来呢，其实我觉得大家选进来其实心里都是挺不好受的。一开始大家现在眼睛里没有东西，包括我自己也是，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应该逼自己一把。嗯，因为不可能每个时段都会有人来鼓励我们每个，我觉得不是说面对事情你要去退后去解释，你应该去勇敢的去把它解决。比如说最害怕什么，我觉得就把自己最害怕的东西写出来，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心里有个东西没放开，所以一直这个状态出不去。比如说我比较害怕别人说我油腻，比如说我黑，对不对？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害怕，我就把这个东西贴在我身上。我觉得我们要用一些方式去激励一下，不是去逃避，不要闷在心里。那我先写吧，油腻。不怕别人说我不适合，哎，不适合跳舞，所以那你就写不适合，不适合。对，你要先相信你自己，你才可以做到更好。包括小薇也是的，因为我们一个寝室住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时刻感觉都是压力很大，他心里也很难过。小薇，其实大家都很关注你，也很关心你的。听一下拍子哦。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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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们再练一下，我看一下我们组的吧。七岁你的玉，我是说你的手动作，谢谢老师。哎，你要不然先忙你的吧。没事没事，来了来了。刘老师啊。刘老师你在哪儿？今年你多九七。九七。哇，你看七岁多惊讶，你快看他多惊讶。九七。哇，你看七岁多惊讶，你快看他多惊讶。九七。是不是像三十几？但是我真的没有改年龄，我真的不是八九年的。我还操心你呢，你刚摸了地板又放到嘴里。他其实很辛苦吧，但他没有讲过他很辛苦这件事情。我要躺一下，我没精神了，十分钟吧。哦，刘老师啊，回去睡觉吧，明天我们要早起，很早，我们要上课。我得把我的那个编了，我还没时间编。回去睡觉吧，你的 rap 还好吗？我真想，我让你帮我听一下。你唱一下。等一下，你靠近他之后，
你就进入他那个保护罩了。组嘛，我们明明就是一组，就是一组，我们就是一组。动作也是刘老师帮我们抠的，然后一个舞台，所有人都把心和气儿聚在一起，然后不顾一切的这种样子，我特别喜欢。很想让刘雨欣也操心一下我，但是根本找不到人，没空了。啊，刘雨欣，啊，算了，你走吧，你去管你的宝宝。